无足侪人买着的啦，无足侪人买着的啦。这虾皮啊，这两个炒高丽菜就好食啊。我叫恁看卖者，一瓶四个，咱买俩都无啊。哦，现在无炒足侪菜，有只趁时间一点嘛。来一瓶四个，一包怎么吃？一包了，一包好。一百块，通通买来搁收，一百块有人要搁来无？虾皮、炒高丽菜、炒芹菜、煮苦瓜、排骨、青菜，你煮啦，煮些什么？煮些什么？煮些什么？菜瓜啊，来一包，几个？老几个？包四个，卖四个，一包了，一百块，我请你两个，再搁送你，这堆满起来一百块，两只面搁考虑啊，无好欠无啊，平日弄啥到处，一百块要来无？一百块要吃来无？一百，这我卖袂，等下就无卖啊吼，来等下话说还搁有卖啊，而且趁时间一点啊。一百个少一个，还无一百。少一个。收钱。啊。分了啦。这虾皮上好食嘞，这足芳嘞，这欠芳用啊。哦，爸爸怎么足侪用用，所以一百了。啊，我给你摕这遐油，让恁去食啊。一百了。我讲你个几个？一百个要来无？一百个。我甲你讲啊，哦。你像这种物件，人当齐先起起来，一排卖了全部卖得了吼，啊，真正是浪费时间啊啦。啊，所以我伫人齐先，我故意无起起来。两个钱。两个钱，好。啊，一百个要啊，买好无？变成个炒菜好无？一百单个要啊，一百个。哪有提过？一百个有要吃无？一百。啊。一百有考虑我贵一点吗？一百块，一百个买来无？我想要出一块甲卖卖，无浪费时间，一百个来好无？买些你卖考虑好无？一百个买来无？一百，一百个买些来无？一百，啊收起，咱去趁时间，紧张了，收起，咱赶快收起。我本来是要卖卖，收一半，一家先要送人啊。刘宇赚来钱，遐讲起来，我卖刘宇好无？但虾仔够有价钱，手举起。来，多少钱嘛？你要六个，你要五，我那十个尔。一成啊，一成。哦，安尼，对吧？安尼你后边来分一个。够人要食鲑鱼？还留下人要吃鲑鱼？对吧？等下，几块钱？月薪最低。来留下啥物事啊？五个人去买，就二十只，你一百落啊，二十只拢有人买。四个啊！啊，无啊，伊啊四个啊，伊啊，伊我四个啊，无啦，送几钱个？就笑尔，你要反省，好不好意思，真的没钱也无啊，唔是我包你啊。来，有要搁留下伊个无？哎，等下者，你若要留下，你若家己甘愿咯，起来留下全部半对半啊。到尾啊，本来一只二十只，啊你后边半对半哩。无啦，唔得啊，大个唔得啊，半对半未通啊，系啊，包起来，无啊，你啊半对半未，我系得我你点卖安尼啦，啊笑笑啊，卖安尼啊，大个，啊钱也无啊，啊本来要半对半，你半对半你边啊，来个要食啥物啊，白拿去啊，我这边，有人要食白，我拢来，做一过来，你害掉啊，来要食白带鱼啊，三百要二啊，我要两百，来要食白带哇，两百块。两百块，两百只白带鱼哦，两百了。两百块，上面只白带，两百，两百块了。两百块，刚刚要吃两百。我来讲啊，你买两百，我卖啰嗦啊，这个送你啊，两百块一个价钱，这个送你，这个送你，这个送你，两百块，这个来，这个来啦，贵红毛起来，两百块一个啦，进来啊，这个来啊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包过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老铁哥，红包包你耶。啊，行啊，上去。行啊，老妹来不？我把手表去。行啊，哎，你准备，很多地方。两百个没吃来不？啊？我来，我等下要给我，你再收掉。中国这几个人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，这个情况上面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大家能给对。
什么哦？哎呀，倒壳无好的物件倒壳。干嘛这样啊？这样。好啦，感谢您啦，我明天早休困。有人要吃这只虎头木熏鸟，想要吃你想要吃手举起来咯，一个尔吗？两个、三个？不过恁大家要欢喜一下哦，啊感谢恁啊！啊恁钱一定要给恁四年外，你莫我介绍你要要给钱哦，等下是要收钱，等下要收钱，我看着。我看你是会通也袂通。我是恁台南创一下记录，互恁送去啦，吼，无好笑啦。平白人家只要你钱我了啊，你拢免问我要创啥物物件。哎，我算看嘛，有安尼有够。一平白个哦，三百来，三百。三百好听好无？三百。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四个。八个哦。五个。我这个三百块，你无客气，你免阁买啊，我卖卖你啊。七个。我要牺牲哦，你无我，我就卖卖你啊。几个？七个啊。收起吧，结束。一边八个结束了嘛？我知，十六个结束了。我应该一世人买咧卖过鱼仔的啦，啊。一千咧，还五百。十六个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我出。拄还好吗？一千咧。刘月有客钱的手举起来，刘月，先分来大家走。一千啊，先手举起来。一千啊。不能的呀，一千啊！注意，好人走，好人走，好人时间走。五百，五百。刘爷给钱的账，刘爷你要哪分啊？两个，三个，你也刘爷五分尔。我四分，四分了吧？一分三分，二十只吧？够了，账没记着？现在没有，那地方拍摄现在没有，这包上不好意思，没有了，我不算，我很拍摄。沙发拢好来啊？找好了吗？啊，摸去。哎，老板，我给你用了。老铁。好的，你分几个拢来我算哦，应该另外算哦，然后做好，做好，做好分了，哪地方？还哪地方？分了，哪地方？分了，哪地方？分了，哪地方？这是油漆啊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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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分落去，来落去。赔钱啊！赔钱我
哪个？迄条物件无，我改用小麻糍就好啊。迄介绍拢共款嘞，我提过。上客钱还袂提着？真的？提钞？提钞？听我讲话吼，来提过。查理，哎，谢谢，感谢您啊，啊。看来这多少钱个？来，这个个，这个。来，我来讲啊，注意听啊，注意听啊，无物件啊，注意听啊。来，这胡桃木大腿规支的啊，整只的鸭腿哦，吼、哦，来。上，拍来，帮咱拿，伊讲要炸你黑了，我叫人来过，拍来你过。过来要炸毛的无？我等偌久啊呢？啊，靠腰啊，这个等有够久的，久我袂去你啊，这个啦。啊，阿姐，你唔来讲许久，我当时话伊阿姐袂，美女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先摸下，我再去摸你下，好吧？以后我一段时间咧。你干嘛要摸下？我女儿来拿了呢。无啦，我知影阿姨先把这个摸过一下，随个你来，给你摸。你搞我多？有。哦，谢谢，欢迎阿姑，以前我袂记得，谢谢阿姐，欢迎。来，上面就胡桃木鸭腿。啊，先把水过去。大家袂了解你，这是干？我准备来清空啊。